本节目由见证爱情婚宴优选的中国名酒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联合赞助播出。我想要男生的人物性格就是叛逆、热血、青春、摇滚，然后正义感和痞。我不很想当一个好人。女生可以就是一个主唱，就是会一点乐器也可以。我们真的人设就出来了，女主角我想她猖狂一点，我这装乖乖女，这人已经不该讨喜了，设计一点悲剧色彩，所有的童话都梦碎了。男主角平凡中带一些不羁，喜欢写少女漫，喜欢，对吧？可以，像我们这种野路子呢，很有可能创造奇迹。本节目由见证爱情婚宴优选的中国名酒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联合赞助播出。片场日记高田预警，每周五12点 VIP 会员专享练练手账，来随客 APP 上传节目相关视频，参与创作活动赢奖金签名照，上微博搜索练练剧中人，与节目嘉宾一起边看边聊。爱情它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做奇迹。从相遇的那一刻起，就是一种奇迹。在茫茫人海中，偏偏是这两个人突破了不可思议的概率，相遇了。下雨了，今天。早上好。给你带来早餐，暖不暖心？感不感动？我吃过了。啊？不可能。前两位实习编剧创作最不可能的一次相遇，最不可能的第一次相遇，怎么不可能法？最不可能的第一次相遇，最不可能，最不可能。之前是在网上认识的，然后就是今天，就是之前也约了他很多次，然后今天第一次见面。在他家楼下，然后我坐在那个地方等他，然后太阳挺大的，他打着伞就走过来了，然后我一回头就看见他了。我知道他去那边做美甲，然后我故意说我去路上做头发，假装偶遇，然后去见见他。第一次见面吗？就蛮过分的，就后来在一起了一两个月，两个月还一个月，一个月之后吧才知道说是。我又不可能告诉你是吧？我们是一个选修课的。然后就那一天就是正好下雨，然后我也没带伞，然后就感觉就很自然的就跟他走在一起，然后就撑了一把伞一起，这算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次相遇吧。相遇就是我走进办公室，然后找工位，然后他就帮我让他帮我那个准备电脑。不是你让我帮，我主动的帮。在小学的时候，小学一年级就认识了。跟另一半的相遇是在篮球场上，然后我们一起打野球，然后分到同一队，然后他给我传球，就这样。最难忘的相遇可能还没有发生。见习编剧们，我准备的第二道问题来了，在你们的故事里，你们要如何相遇呢？天哪，我们走吧，我们还在坐这儿干啥呢？我们好，我们就快点出发。我带着拍立得，你负责记录，然后我负责去问采访，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，哎呀，小牛啊 ，Hello， 你好。我们今天能带他出去散散步什么之类的吗？可以，去吧，跟漂亮姐姐去玩吧，你是最喜欢漂亮姐姐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小牛。你们好。Hello. 能采访一下你们吗？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相遇的呀？第一次。
不好意思，能不能打扰一下你们？所以在一起多久？小姐姐，你们是本地人吗？你们理想中的恋爱型是什么样子？恋爱中的理想型。恋爱中理想型 ，sorry。他说话不太清楚，没事，不用。啊！哇，天哪，这里真的是我的天堂。那一个黑砖奶茶，一个芒果鲜百香吧。我刚刚看小鬼，他特别想吃那个酸奶，我们可以买一点。多少钱啊？15块钱。嗯。嗯，好吃。宝贝儿，你让一下，你别激动，哎，别激动，哎，对，沉。太好喝了，我想哭。我想坐小火车。哎，那哪有小火车给你坐？来，姐姐好。你好。那个你好，你奶奶能不能采访你们一下下呀？啊，没关系。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？对，第一次相见面的场景是在我同学的办公室。同学的办公室。但是经过同学的介绍，他和我同学他们是小学到中学。我的班长。我和我同学的同事，他那女同学非常漂亮，他给他跟亲姐一样，也会这个相互之间牵线搭桥。那时候啊，我们同学同事他们都把情况说了，浪漫。事隔那一次第一次见面，隔了多少年？几十年？现在啊，40年。40年？嗯，正好四十年。正好四十年。四十年。1981年的3月14日，奶奶记得好清楚哦。真是，哎，没有照应，我们俩真的。我给你拍个照。我一辈子碰这么好看奖啊！谢谢。来，小伙子，要不进镜头，要不你。我不进镜头。哎，对，不进，稍微给我闪一闪。航班又取消了，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，因为北京也雷暴。但是我必须得今天晚上走。5点半，如果让5点走，不行，不可能。明天我要录音。怎么走不了？上海有航班啊。晚上9点多又不是来不及。对于我来说，音乐肯定是我的第一位，但是咱们节目呢也固然重要，因为毕竟最后完成的这个作品也是我想要呈现的，就是时间安排上的问题，所以我非常头疼，也有很大的压力。从上海坐飞机，那杭州坐高铁要几点能到北京呢？但是机票都没了。嗯，连取消了三个航班。但是我必须得把歌弄了，哥。你要不要吃点东西，喝点什么？先不用，我在等啥情况？给你买点小零食什么的。不用，没事，我先等着吧。先看看什么情况。辛苦了。啊，没事。那有事你叫可月。嗯，可以，好。那我眯一会儿。嗯。我跟他是同一行，对不对？这种事情太正常不过了。对，知道好像小伙有事儿，但是我想说那如果有事先解决嘛。反正我就在车上等着呗。Hello。我带你谁去拿掉吧。嗯。等很久了。我没算时间，怎么了？没事。问他的原因是觉得说。你解决了没有？毕竟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，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。你不饿吗？还好吧。嗯。然后我就上车，我也不知道说啥。对，然后我自己状态也不太好，我也在调整。我觉得跟这个节目
不相关的事情，我觉得可能我个人而言，我觉得不需要去给别人添麻烦。是有事儿是吗？没啥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？没有。没有吗？嗯。可能因为互相还不太熟悉，我能理解。因为我的话，我也是处于不太信任的话，也不想说太多的人。嗯。看一眼哦。这一拍还可以。就要一份这个吧，其他的可以。谢谢啊，好，谢谢。每一天每一天都在了解对方的过程中嘛，可能就是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沟通，甚至说交流。乖，乖，小鬼，小鬼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来吧，吃吧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总结一个。别总结了，得完成呀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昨天完成的就不太理想。我的天哪，太累了。现在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，救命！困了是吧？不是，我已经累了，到头了，到此为止了。真的，写编剧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我觉得非常难。今日进度条几乎为零，就今天的状况，看来你们的问题有些棘手，先去看看另一组吧。看看时差。早安。早安。哎呦，鞋好可爱。你这个黄色睡衣，我这个可以那个。很成熟。这个可以那个穿在外面，其实，这个可以睡衣外穿。我妈妈也有一套这样的睡衣。雷，懂不懂时尚啊？雷，那你妈是个潮潮的妈妈。看看有什么东东。你准备做什么呀？我准备做一个。泰式的一个凉面，你呢？啊，杀人呢？那想吃啥？本来说做个意大利面什么的，叫你做个凉面啊、然后我吃，我做意大利面，然后你吃，行，尝尝看，完美，行不行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你做那个凉面要需要什么东西？泰式酸辣酱，小金桔。等，慢点，泰式辣酱，甜辣酱还是酸辣酱？酸辣吧都行，白芝麻。我还想咱们俩可以去花店。你先把这个吃的解决了吧。好。感觉那个我的东西都很贵。我来支付。你来支付是吧？走吧。走。现在天气不错。哎呦。是。你还带防晒了，讲究啊。我都没喷。这像喷杀虫剂一样。手，你得手抹一抹。没抹匀，不信。哎呀，就这样吧。全是白的，一块块人，因为你咋的了？刮腻子没刮匀，手也是。在家挨揍了。在家挨揍了。走。怎么办呢？买点鱼食。买点鱼食。哦，有车，我可以坐车。北京菜市场你去过吗？三元里。没去过。特别好。你还去北京逛过菜市场呢？啊。买回来自己做。嗯，偶尔。先回，一年都做不了个几次，啊，那不是偶尔，那就很少，偶尔，稍微很少。拍戏能在家待几天啊？想想，回家待两天就跑通告。人在江湖飘啊。算了，嗯。多吉，
前后怼。哎呀！哎，嘿西！哎呦，怼到了你 ，sorry。哎呀，有那味儿了。那味儿。哎，咱们晚上可以吃火锅，回头买一些不？要不先备着，下次可以买。啊，反正先把这上面的买了吧，要不？行，对吧？面，你要面吗？你不是做凉面？哎，有荞麦面吗？荞麦面。你好，谢谢。嗯，多少钱？啊？现在是不是菜市场没有讲价这个环节了？过去了。哎，你好，糖有没有？白糖，白芝麻，再拿一个胡椒粉。就给周周特别好，很有安全感。你看，跟他出门啊什么的，觉得哎没事，他会搞定的，就你不需要特别操心。就我就跟他在一起，我就也不太动脑子。其他人最好买那种半成品，对，不用再去。对，香菜、洋葱、蒜。哪个剥好的吗？洋葱。剥好的吧。鸡蛋要不买一些？你万一用蛋煮个什么，或者是？谁呀？我今天看看还有啥没买啊？小番茄也有。鱼露。鱼露，虾仁也。洋葱刚才买了吗？买了两个。怎么没有呢？嗯，这里有。哦，有啊。我跟不熟的朋友，尤其是男生啊什么的，我出去必须要抢着买单的，因为我生怕欠了别人。像周周今天在他买单，我就感觉跟应该的一样，手机都不想掏，就是那种。一共多少？13。13啊。好，谢谢。12是吧？15是吧？6块钱啊，谢谢。好嘞，谢谢啊，过去了。哎，买束花送给你。西兰花。菜都买完了，就差花没买。对，咱们俩可以买点。小花花布置一下。对。哇哦，感觉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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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开花是吗？对。小雏菊不是？小雏菊有吗？这边。小雏啊，对，我喜欢。哇，好看。小雏菊。啊，这是假的。清新。这是全真花。哦，这是真的。真红枣。不太买花，不太懂。有喜欢的吗？就喜欢它。你是直接拿走还是我给你搭一下？简单，然后我去拿一个花瓶。好。哎，你看人家有这个莲子，也感觉挺神奇的。这个好可爱，这个能吃吗？咱俩回去肯定把它吃了。第一件事情抠开来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啊，谢谢。你们这样抱着走还是我给你？我抱着吧。抱着走吧。好，多少钱？这个我给你算一下。对。7只这个。好。7只这个。20。这个是18一只，可以7，这是126，然后这个洋甘菊的话，1、2、3、4、75，275可以吧？啊，已经很优惠了。啊，275，谢谢。可以啊。好嘞，今天买菜120，买花270，275，太贵了。浪漫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是的。等我回去做完饭就得写剧本。想想，灵感乍现。慢慢来。所以你写歌也没有任何的那种。写歌很快。规定自己吗？比如。没有，也是凭感觉写。我不是说我哼了一个，这个为我们这个编剧之家，弄了一个主题曲。有吗？现在有一些灵感，我回头弹给你听一下。好呀。但你有没有兴趣填词？可以啊。啊，写歌词。可以。写过吗？没有。可以的。你很有文采，你可以。我很有文采，多谢。对。笑啥？没睡。但咱们俩其实买菜买的可丁可卯，节约。毕竟花的是我的钱。节约。哎，感谢乔欣给我节约。行啊。乔妹。谢谢我们乔妹很精致，长得又帅。哎呀。大方。开始做吧，那就。来吧。好饿。哦。
我晕过去了。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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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哎，这在切什么？你不是切片吗？我这个片儿有点太厚了。这个还厚？太厚了，不行。这个还厚？这个太厚了。再薄一点。贼薄贼薄的呀。贼薄贼薄。巨薄。你行吗？要不拿那个东西。我试试。哇，你说你哭没哭啊？没啊，我戴着墨镜呢。不错不错。哎，感动的流泪了。好贤惠啊，咱们俩。知了都在叫呢。知了都被热晕过去。知了说饿死了。得帮我打开点。走你。冲啊，兄弟们！冲他一半罐的。给你吃个西红柿，这已经洗了，放不住了。啊呜！好。我觉得他应该熟了。烫不烫？这有这个。啊啊！烫烫烫！这有这个。烫！啊不行！啊，熟不熟？熟了吗？熟了。熟了。出锅！哇塞，这摆盘可以啊！还没搞好呢。哇塞！我的是好看系的，好看。人家都是一个盘里面放中间一点点，我这变东北菜了。没事，我能吃。东北通心粉。这是我们第一顿饭。我开始了。你先尝尝这个酱汁。先尝尝酱汁啊。嗯。可以，你这道菜有什么就是精髓吗？就一定要放什么东西？一定要摆的好看。你要摆的好看。嗯，摆的好看。哎，我都没注意到这是香菜。嗯。是吧？嗯。我不吃香菜的。嗯。但是就放在这里面就没看见，没感觉。没感觉。没感觉，吃上去因为是水果的味道。里面有百香果。百香果的味道。对。很好。太香了！你看我给你拍多好看，你看你给我拍的，多帅啊！还原的我帅气还不到10%的一个照片。那倒是，看着心情真好，就是没有灵感。肚子是骨粉，有个肉。我们有写剧本这个环节吗？嗯，我们是来写剧本的吗？忘了，不重要，没有这个事情，让它随风而逝吧。放这儿就好。哇塞，我这通心粉其实真的还不错，真挺好吃。没吃完呢，吃点菜，吃点肉。哎，你还在吃香菜？对啊。神奇。为了你。做的饭。香菜女孩是不是？哎呦，任务来了！不想读啊！删除。你读吧，删除。哎，对。请在今晚12点之前确定你们故事中男女主角的第一次相遇。那昨天写的女主角，法律专业。法律。在自己家公司上班。家庭背景是吗？对吧？男主是作家，就是一个不得志的作家。少女文学是吧？你写的是？可以啊，我觉得挺可爱的呀，这反差很可爱。少女文学。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俩怎么能相遇？哎，这样好不好？就是咱们前期要老套一点，老套点呢就是在于要让观众觉得这个是你写的啊，对。然后呢，就以为我是你写出来的一个人，但其实不是的，是我直接出现在你的生活里。对，慢点。就是，先是小说里的故事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比如说巴拉巴拉，我在干嘛干嘛干嘛，然后大家就觉得哎这是真事儿，先从女主视角来嘛，那女生在干事儿、结果
忽然一反转，反转在你坐在桌家里在写，就说哦，原来这不是女主的事，这其实是男主写的。书里的人其实是女主，然后这个时候，这个女主可能咚咚咚又敲了你家门，说：“哦，原来我是生活中的人。”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记一下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我们给男主女主得起个名字，你给我起一个，那你先给男主起一个，要突出我的才华。叫黑豆怎么样？我还黑眼豆豆呢。黑豆，要不你叫许什么吧？我叫许二宝。不行吗？搞笑点的，不是不是，就是跟他的就是生活完全。许摇滚、啊、叫许德志，可以啊，许德志可以啊。你呢？乔乔什么？叫乔，乔一乔。叫乔一也行吗？乔一啊，我有个兄弟叫乔一，我演不下去了。我有个特别好的兄弟叫乔一。叫乔嘟嘟怎么样？乔嘟嘟啊。嗯。你确定吗？我无所谓啊，或者叫乔朵朵，花朵的朵。行，乔朵朵感觉还挺娇俏的，朵朵吧。乔朵朵，朵朵。行，乔朵朵。乔多多，小名朵朵。字。字号。傻。傻朵朵。我是精，你是傻。傻朵朵。至此，间隙编剧乔欣和许维洲的作品。我们说起爱情吧，男女主角正式诞生。他们分别是一位傲娇的大小姐乔朵朵，和一位落魄的作家许德志。我觉得前面开篇是你在写小说。我在写小说。对。你在想写，哎，还要怎么写？你一顿想还怎么写？哦。那这个时候可能我就咚咚咚。谁啊？你在啊？你谁啊？这时候我突然来你家了，就我就闯入你家，这就基本上是这样了。好，我们第一次下面写完了。好，但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要想，为什么去我家？他俩对咋就认识呢？他肯定不认识。你就想为什么去我家吧，你不用管认不认识，就为什么去我家就行了，就交代出你这个理由了。对对对。至于认不认识，可以后面再交代，我觉得。啊，想想啊，嗯，为什么？肯定咱俩不直接认识，对吧？不然咱俩早好了，对吧？不道理。啊，想想啊，相遇有千万种可能，挑一种形式容易。但要找到符合人物的理由可就难了，花点时间慢慢想吧。然后开了，快跑跑跑步，美女跑步，累了吧？我开船了啊！别别，我脚还没踏出来，说开了，我开了，我都吓死了。我在网上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去我家？要不就是我在家，你来上门租房子。我那么有钱，那你就给我设定，我也是租的房子。大哥太牛了，打打脚这样把着舵，这样都是高手。哇，也很好看啊，挺好看的啊，中国大运。很好，这有点像南锣鼓巷宽窄巷子那种感觉，像呀，好像好像。你看看这面有什么？啊，好可爱，成为富婆养我的小姐妹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可爱啊！女孩子的友情真不错。有没有男人的友谊？男人的友谊，男人肯定不会在这里挂这个。大家好，我是乔西。哎呀，翠翠。长得像我是吧？嘟嘟嘴唇，小嘟嘟嘴。这不是许仙吗？咱们搞一个吧。这不是那白娘子吗？对呀、啊。我的天哪！上次没有，咱们这次搞一个完整的。行，买一个。真的是连个完整的都没有。终于完整了，第一天的故事到这里，告了一段落。告一段。怎么不一样？跟上次不一样。这是另外一个版本。另外一个版本。不重要，它都是许仙和白娘子。都帮我们拍一张吧，我们上次太可惨了。来。
黄洞大馄饨店。哇塞，这个好有感觉啊，这里。Hello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阿姨好。阿姨好。哎，坐坐。Hello。坐。好的。哎，想吃什么？小馄饨。红油抄手吧。哦，好的。再加一个那个葱包桂。葱包桂。好吧。特色。包桂很好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，谢谢。玉璧嘛，我们把它吃掉。好，把它吃掉，把它吃掉。哎呀。会有点高。吃饭了，不用在意形象了。烙小馄饨来烙。哦，这么快？好嘞，谢谢老板。啊，也很好吃。你尝一个，你尝一个，来来，你尝，你尝，给我描述一下。我描述一下。嗯。感觉上，哎，我感动我的这个特好吃，谢谢。感觉我这特别香。谢谢。感觉这碗像家里用的碗都是。对啊。这个上海很流行这种的呀，小馄饨。嗯，所以我一来又点了。错。嗯嗯。筷子停。嗯。太不错，太烫。感觉像我在家里面回去，外婆给我煮的夜宵。嗯。咱那个剧本，他俩那个后期要住在一起。对吧？就可以来点做饭的桥段。哎，要不就是这样子，要不就是那房东就是杨子，他就说那你来我家住不就行了？家里怎么有你呢？哎，我租的嘛，还有一个屋空着呢，你就来住，不要你钱。行，可以啊。行啊，结账吧。行，买单。嗯、买单，走了啊。啊，好，慢走啊。哎、拜拜，阿姨。谢谢啊，再见。嗯。吃饱喝足，饱了，饱了，走回家。拱城桥，走得动吗？还好。啊，大长腿没问题。上面有小飞机。看人家拍照的姿势。哎呀，你来一张吧。展示一下。我奶奶他们出去拍照就要带纱巾、照大树、花丛，是他们最爱。没办法。回家喽。呀。剧本还没写完呢。快！着实是难。好忙啊，每天。好忙。吃吃喝喝。玩玩。写。写剧本。好吧，写的这个，那就好了，交给我吧，来了，我来 ，please， 规整一下，好的，忍无可忍的德智，大喊道，你到底谁啊？你谁啊？你谁啊？你家电梯太小了，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？我的行李椅子根本就放不下。哎，你们是干嘛的？我这别放在这里啊！喂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你谁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听到没有？哎呦，那我就教吧。喂，听到没有啊？啊？这次代表了我的态度，他们真的太过分了，完全没有顾及我的感受。我跟你说话呢，我必须要跟他们刚到底。你谁呀？啊？我不担心，我就找个工作就行了。我跟你说话呢，听到没有？什么日子回来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喂。喂，许德志，我是房东。哦，房东啊。你室友搬走之后，那间主卧就一直空着。我姐们过来住两天，暂时过渡一下。她这人啊，特好相处，你多照顾照顾。不，这不太方便吧？许德志，这房你租三年了，我一分钱都没涨。你上个月房租还没交呢吧？房东。稿费到了，我马上就把房租补齐，好不好？在房租上，我可是够照顾你了。我姐们这事儿，你看着办。喂，哎。
你这什么品味？这种狗血烂故事有必要买这么多本吗？不过，你写的比这个还烂。这也是我写的。啊，我说呢，这么多本原来是卖不出去，留在这积灰呢。这位女士，请你现在就从我的房间里离开。这现在是我的房间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虽然呢，你这个房间有点小，不过你觉得让一个女孩住隔壁的垃圾堆合适吗？好了。哎，别忘了带走你的软肋。完美。完美。我们今天干了好多事情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饭了。走吧，洗漱吧，洗澡吧。做多么快乐，有多么痛苦。顺利时像往下坡滚雪球，不用费力，灵感越滚越大；不顺利时像见底的牙膏，硬挤是挤不出来的。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，真的，这个创作这个东西不要轻易尝试。写东西太累了，不是一般的累，精神上的，真的，我这两天都是迷迷糊糊，都不知道怎么睡着了，反正就是昏过去了。每一天每天都在试探吧，因为我是在摸索中了解他的性格，什么样的方式下面两个人会比较舒服一些些，就是怎么样才能达到有默契。没错，你们得先找到成为搭档的默契。只有以自己的真诚和情感带入，才能让演员与故事里的人物合二为一。给你们约了一场表演课，先去见见表演老师吧。我们天天晚上在舞台上，我从2009年开始毕业了以后到现在嘛，12年，跟这个角色就无限的接近他，像照镜子一样，我就是他了。我们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演戏的都在找这个东西。他们是舞台上默契无双的搭档，也是解放情绪的大师。小鬼和轩怡，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？高人一试便知。Hello， 老师好。我们是你们今天的朋友。是来帮助你们的。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目的，能就是有一个推动的作用。其实你以一天的时间能让一个演员就完全放开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我们只稍稍的让他们放松一下，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尽量把自己放空，然后呢，目视前方。好，然后我们向我们右面转，慢慢的走起来啊。控制啊。保持自己的呼吸，来，咱们越来越快，来，走，走，我去追前面的人，我追上，你让我追上，我就打死你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追着打他。好，来，现在就是你的发泄时间，来发泄吧你。他是躲，你还能打？他们对于对手给到他们的一些情绪。反馈还是比较真实的。你知道什么叫对视训练吗？对视训练，对视。我需要的你们是就是站在你看就 mark 了。这么远吗？对，就这么远。这么老远？这么远，安全吗？越远越安全，对吧？他不会冲过来打我。不会的。不要说话，就只是关注对方就可以了。来，开始是吧？好，都放松啊。我们就安安静静的，现在好，不用看我哟，听着我。继续。
那几个发型。你笑什么？对不起。特别好笑，可以，就是笑你们随便有什么反应都可以。随便咱们真的，哎呀，好像释放出来的话。你笑什么？好好发型不，发型还是在意的。发型不挺帅吗？为什么要笑呢？完了，他被击中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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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仔细看过你的发型。对。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就是我的目的，这是我的目的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你说出来了，太棒了。小鬼他拿了一个球嘛，我觉得这个球也特别好。这个球是什么呢？你要把它不用当成一个球，它是一个你的情感。比如说，我对你表现一种感情，我很热爱你，就感受到了吧？但是如果我要是积怨已久，我就是对你就是不满，啪就甩过去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你们互相去猜这个球承载的情感是什么？哦，大概的方向吧。啊。期望，期望，揭开答案。这个东西承载的是什么呢？信任。嗯，信任。信任。嗯。但是我为什么看到的是期望？因为他扔得高，我要去够那个，就是我觉得这是他对于我的期望。哦。对。让我相信他的感觉。对吗？也不是，应该也不对吧？我其实是挑衅，我就不屑。Make sense, make sense, make sense。你这样解释，我就觉得啊，是对的，是对的。林默契，救命啊！没关系，咱们训练的就是这个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你们不要想的太复杂，这个球就是最浅显。我对你的爱啊，就是，对，就是特别直接、特别浅显的东西。咱们再试一遍啊。没有，不要放弃啊！把它提早放弃。没有不放弃，默契是肯定有的。没有，我肯定知道我们两个没有默契，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没默契，没默契到这个份儿上。好好，再试一次啊！哦，这次我猜出来他了。你能猜出来他？我觉得还是有点。暗恋表白，扭扭扭扭扭捏捏，他有一次趴到了地上，谁暗恋你了？你啊！救命啊！不是，我觉得自信是好的，自信多棒啊！这你们俩没有到一个找到一个共振点，对我会找到的，会找到的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自己的性格是特别喜欢把自己收起来的一个人，对，所以要去放出来非常难。我知道我这个问题，对。咱们努力，咱们努力帮助你。你们把你自己想象就是那个野兽，你可以发出任何动静，去威慑对方，威慑对方，懂吗？懂我意思？威慑对方。最高最高的要求，保护好你们的嗓子，不要有任何身体的接触啊，就是你在不能打人啊，不能来啊，沉一下，沉一下，甩掉，把自己所有的这种想法全甩掉，不要有任何负担啊，准备好。我做不出来啊！我帮你好吗？啊、你能，你做不出来，就要不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吗？特别好，特别好。这那你的就是现在你的疑问，你的就是做不出来，就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你这件事儿？就是现在投入不进去。投入不进去是吗？就是这个东西是其实不需要投入的，你懂吗？但是我就是分心不了，现在我状态不在。
状态不在。嗯，那你觉得你如果有这个东西有状态的，你能可以吗？会不会很难受？就是嗯，就投入不进去，不好意思，我自己待会儿。他咋了？你去看，我刚吓到他了吗？我感觉我是不是吓到他了？是不是我吓到他了？没有吓到他，现在反而你又把你自己吓到，是不是把你自己吓到了？我因为我没有这样。轩姨，我能进来吗？嗯。你怎么了？你先出去。我不会吓到你了吧？他很担心你是不是他把你吓着了。不是因为这些，不是因为这些，是我现在抛不开我的杂念，我很难受。嗯，其实你是很想。就是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。哎，我们稍微先歇会儿，我感觉行吗？让我先缓个五分钟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嗯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嗯，哭过了吗？之前没有吧？很少吧。然后，嗯，可能我这个人想法。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嗯，就我自己要求很高，也很固执。嗯，这上面署名肯定是有我的名字的。嗯嗯。然后我说我想把这事情做好，但是好像过来了以后，从第一天到今天为止，就是我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个状态，然后就会很非常担心。可能今天可能是到一个极限了。我一般就是选择屏蔽掉一些，感受，比如说不好的感受，我不会是以这种方式去发泄自己情绪的。但今天第一次吧，以这种形式去透了一个口子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压力也比较大，是吗？但是我可能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没有在意他是。女生这个点，我可能但其实不，我觉得跟这个事儿它没关系，就可能是就是他可能但是我感觉我那一下是一个引子，我可能让他，我刚刚，但是我感觉我刚刚还是有点太过分了。可以进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是我。嗯哼。嗯，对。我想跟他单独聊一下。啊，好。对。谢谢你们哦。就是你有什么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的，或者是就是让你不是很满意的点，你可以跟我说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感受就是这前两，就是昨天跟前天，嗯，因为我可能不了解你啊，反正我是，嗯，因为我从小感受不到，所以我你感受不到我认真是吗？你会觉得我就是有点啊吊儿郎当啊，开玩笑什么的，对吧？朱丽叶，刚，不要停，哎呀，快想啊！我在想，我能认真起来吗？能认真起来，认真起来。这两天说实话，我也在熟悉你，然后你也在熟悉我。嗯，对啊。我不想觉得说我们两个人，嗯，是因为各种其他因素，嗯，然后呢，在作秀。嗯，那你的意思？我很担心我把这个作品搞砸了，所以我是着急。可能因为我本身的性格就是比较怎么说不正经一点，就是我觉得搞笑一点啊，开心一点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，你会觉得。为什么我的搭档他会一直这样子？所以就是我为这个行为向你道歉。嗯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节目啊。嗯嗯。你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吗？我想，要不就不做，要不就做最好的。OK， 你说了一句我也说过的话。嗯。那就行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真的不是因为你们的问题，也不是因为他吼我的问题，是我自己最近有很多事儿。发泄完之后以后，稍微缓和了一点点，然后也跟小鬼他沟通了一下下，觉得说嗯，就是
试着去相信他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作品完成好。你们能完成这个动作吗？就是作为演员，你们能做吗？对，能吧。你的动作一定要慢，脑一直跟自己说动作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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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。目标就是拥抱。把那个注意力放到对面这个人身上，我该如何跟他就完成那个动作？这是你的队友。慢。慢慢慢，对，感受到我们那个不可抗的那种力量啊！你要试试我的动作，哎，对，也是慢的。好，来这个节目之前对他的印象就是挺有趣的，然后开得起玩笑的那种。今天这是我感受到他对这个东西认真的那种态度，让我觉得不一样，就没看到他这一面。就相对于之前他俩间的一种信任的一种递增吧。好的。我看到变化就是他们俩会更放松这件事情。你们互相当做对方的眼睛保护他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小鬼不要让他碰到任何东西啊，让他保持完绝对的安全。对。你放等一下，你把我转晕了有点的话啊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相信他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你，怎么变这样了？很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就是说，其实他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，他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。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，我得摸你头，我得摸你头。因为我其实不了解他嘛，所以我有点焦虑。然后后来他说他也其实在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，以后让我相信他。恭喜你们那个感情可能就是又进了一步，这真的是进了一步，真的。沟通，重要的是沟通。今天就有一次有效的沟通，我已经觉得很好了，这是迈出了第一步。你现在说话是就是这样了。对，我有可能今天晚上录不了歌。那你就别喝冰的了吧，你喝点热的啥的。我也肯定录不了歌了。来，请，走吧。对。来过，我们俩对着。嗯。哎，但是你不，他今天还别吃辣的了吧？他嗓子有点不行了。啊，你的嗓子，你那嗓子有点不好吗？因为要马上要录音。等会儿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老板，温水。你这个现在感觉那个有点充血了，是吧？现在。讲吧。讲啊。不能讲话了。可以讲，但是我，因为我今天肯定录不了音了。我看我明天的。尽量保护着。现在都收拾。嗯。来吧。也给他喝。来来来来，你这一杯先喝，先喝完。你说吃一个，不然的话没有灵魂。放下，别吃了，你别吃了，你别吃了。真啥也不听话。那我巫妖姐的外卖。哦，好好好，不好意思，你再出去一下，你再。要啊。嗯，谢谢啊。今天学狗的时候，我感觉是把我好多的压力跟愤怒全部在那一刻释放出来，就是那一刻我感觉情绪真的就是顶满了，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感性的人嘛，就是我可能但是就这段时间积压太多的就是想要去释放的东西，然后那个啪炸出来之后，整个人就一下子感觉像一下虚脱的那种感觉。
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好的吗？你是需要这一下的是吧？对。来喝吧。为什么？等等等等。碰大海吗？罗汉果。喝个五杯，今晚上喝温的。我喝个五杯。就好了。他撑死了。我喝个五杯。就好了。你想不想明天录音的时候状态好？喝五杯，十杯我都喝。嗯，照顾。对。挺有意思，就是你现在就是你跟他的这种关系，其实让我和他就是作为一个如果一个就是旁观者，会认为你们俩很熟。哦，这个是因为我以前我嗓子不舒服的时候，我爸会这么给我弄这种水，果然是有效的。对，你确实比较熟啊。再好玩一次之后，因为很难得有这样的经历。就是好朋友之间也不可能上去玩，不会这样。对，可能是看到了彼此最丑恶的那一面。不是丑恶，就是最极端嘛。你要说实话吗？经理那么一吼，我确实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可能是因为照顾你说啊，不是你的原因，不是你的原因。实际上就是被我吓的。哎，那你们能看出来我们俩的关系吗？生活中的关系。同事。不，你们俩，应该没有，不会吧？是随便猜吧。我感觉你们没有情侣的那种东西。那其实我们俩是夫妻。哦，说不准。这个是他给我的。不可能啊。真的，这个不是整人，真的，我们俩就是不可能。等一下，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哎，但虽然我这个小触角不太敏感，但是我第六感非常准，我只是没说出来而已。嗯，我相信你。是不是刚刚那？我其实我要说出口了，但是我就不会吧，我就回去了。被摆了一道。没有，这我们足够专业。那我们确实是同事啊。是的，我们俩从工作和生活绝对分得特别清楚。对，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就是很好玩的一个伙伴，就是会跟你干仗的朋友。这是我就学习的一个前辈，这真的是这样。那生活，生活。这是保护我的。哎呀，这是一下子，就是一个就把自己感动了。没有，好人，好人，好的老公，是的，会以后会是好爸爸，对，好人，我一定是好爸爸。我们俩相遇就在剧场里，在排练室。我看到他，我就没有办法从他的眼神移开我的眼睛。哇哦！我觉得我应该会和这个女孩有就是发生点故事的，我坚信这一点。那姐你怎么回复她呢？就也顺其自然，就觉得可能这个人比较对。所以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？我对她是一见钟情。我应该是日久生情。不要说我们。好，对，就打住。分享一下，因为也对我们来说也是经验，对，也是一个就是。在我们创作剧里面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素材。对啊，那你的歌词里面，你是如何写出关于甜甜蜜蜜的这件事情呢？我有画面，那还是我只有画面没有过程。哦，就像一个照片，咔哧咔哧就没了。我知道女孩什么时候会笑，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笑。但我知道她。在某一刻，我唱这句歌词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笑。今天对他有了新的认知，深入的在了解了一下小鬼的性格，然后他应该也差不多的了解了一下我的性格吧。我不知道他，反正我是了解了他的性格啊。如果给今天的默契度打分的话，你会打多少？8分吗？
可昨天你说你们俩一个朝东一个朝西。对啊，今天就还好了。所以你们真的统一好前进的方向了吗？啊，对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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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剧本创作课题没有按时完成，但没关系，对我来说你们波澜起伏的两天已经是个很好的答案了。灵感难得，这段爱情故事就让我来写吧，给我点时间，剧本下周送到。走，咱们现在就拜访一下另外一组受害者们。受害者，哇，好温馨哦。哎 ，Hello， 人来了，哎、这怎么办？我先弄，你先招待一下。哇，你们还做早餐？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挡我磕 CP 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你别这么倒，别这么倒，别这么倒，小心啊，小心，你小心啊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完美。你看看人家这个画面，再看看我们，来来来，好了，走走走啊走啊，跟我们画风太不一样了吧？天哪！哦，骑自行车的时候，我有点坐不稳，哎，周周就捞了我一下，那一刻我就觉得，哎呦，那种感觉。生活里我碰到的心动瞬间都是就不经意间那种，比如，就比方说转身对你说话呀，我就那。电到、哦，好大的雨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咱们首先是把剧本的一个通读。你说有病啊？哎，开一下啊。小凯这边呢，我希望情绪上他有个升级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放开没关系，再提高一点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嗯，不用再重复了，你可以回去找这个感觉。刚才的表演是还差很多的，嗯，一定认真消化这个剧本。还有吗？很好啊。干嘛、啊？好搭线了，走。去哪？打造完美人设，上 4try 即可拥有。恋恋剧中人官方爱奇艺号，更多精彩内容等你发现。电视大屏看恋恋剧中人，就用奇异果 TV， 猫戏、狗戏、猪猪戏，来爱奇艺拍一拍，解锁你的恋爱动物属性。下载爱奇艺泡泡 APP， 关注泡泡出品，更多高甜花絮。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，多语言字幕，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。上爱奇艺知识 APP 学习各种专业知识，你想学的这里都有。上微博参与恋恋剧中人话题讨论，发表你的恋爱观点，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，精彩内容早知道。上知乎搜恋恋剧中人，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。下载 Zaka 新闻客户端，看最新最快的娱乐资讯。百度搜索恋恋剧中人，看更多内容。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，快速了解恋恋剧中人。来新浪新闻客户端看新浪热榜，更多精彩内容。来网易新闻关注视频频道超级 IPG，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上 YY 直播看有趣有料的明星直播，超甜宠粉互动乐不停。上 SO APP 进入年轻人的社交元宇宙，测测属于你的恋爱剧本吧。
感谢知乎、快手、百度百科、一点资讯、QQ 超级粉丝团、Zack、新浪新闻、网易新闻、YY 直播、搜云冲吧、烹小鲜、WiFi 万能钥匙、青 Plus、于老爷、非凡娱乐、三六零娱乐、十七天翼视讯、黄油相机、三六零相机、咪哒音乐、雷石、哇哦独门火锅、超级星饭团、快乐粉丝会、模范生活 Fans、一直鱼、永乐票务、引力资讯、喂鱼、星鱼网、小白娱乐、综艺宝、方糖小鱼、观众网、驴火娱乐、知图、生活酱、茄子日报、火星小说 APP、 火星女频 APP、 想见你、一鱼西瓜子、陶具 APP、 下厨房、中华万年历、意气山、房天下、快过户、野人怒方、加鸡站、鱼罐头。若隐若现，是你让我感受爱浪漫席卷。曾经有遇到过这种浪漫的相遇吗？你们现在是在一起多久了？你认为什么是最不可能的相遇？其实不相遇也很美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相遇？一拍即合，哇，太出来了！就等于说你只能想出那种，就是乖乖女的相亲。对，对，因为我本来就是烂作家，烂作家。好，我们第一次相遇写完了。所以自己写剧本好，自己写上，结果观众说，哼，更扯，比你们俩之前拍的戏还扯。